环台美食纪录片，人气庙口小吃带你神还原。一般在制作这个天妇罗的话，会存那个起鱼酱，我会多加这个花枝酱，让它增加口感。来这边你就稍微再拍一下，软度跟 Q 度你就很好去掌握。水进来之后呢，你这边就抹过来，你就很好挤压过来。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天妇罗，它会有这个痕迹，那是人家的掌纹。对，掌过来。对，这个好了，你就把它立起来。好漂亮，很漂亮哦。有碱性的这个面体的部分，我们通常都会先过一次水。好，这边有肉丝、蒜末一点点进来，咖喱粉，香气出来的高汤就进来。好，这些食材你就可以放进来。哇，那个颜色，嚯！客家一哥大战明威一姐，究竟谁是王牌捣蛋鬼？宋哥，是这样子吗？假冒买吗？他那有晒啦，他就是豪迈呢。对啊，明显这边数据快很多哦。你不能这样讲，小众来做效果的。哥做的不是赛，哥做的是效果。哦呦，他怎么炸那么快？我们炸三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是很认真，不是没有笑容。是不是想找我麻烦？叫小东哥认真一点，他没有时间顾我了。为什么小东哥你做的好像油贵啊？这是一种炸虾饼的概念吗？型男环台料理赛，破！耶！型男大主厨环台料理赛，今天的行脚来到了基隆。基隆，基隆的美食有许多，有许多。最喜欢吃基隆什么？超营养三明治。哦，营养有超吗？营养三明治哪有超营养？小东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他那个猪脚白卤的那个猪脚，清炖猪脚，对，还有一个他那个像那个甜不辣叫那叫什么？吉古拉，他也说哥吉拉，竹轮啊，竹轮，对，那个非常好吃，甚至林强有首歌叫。Olen Bay 啊，就是说在基隆那个 Olen 非常好吃，好多好吃的，它的八宝都是奶油螃蟹，对啊，顶边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这一次哦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鳗鱼酥跟，对不对？一口吃香肠，一口吃香肠，对，还有那个花生泡泡冰，绵冰一定要吃，而且一定要花生口味哦，一定要花生口味，如数家珍，太好了。主持什么节目？我们现在直接出发啦，走，不要急，他们现在还在橙色，我们这条路完去刚刚好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分组，我们男生女生配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好，没问题。抽菇哎，先抽菇哎，来一个菇哎，剪刀石头布，你先抽。小钟哥抽，来这一个，一起揭晓，来请看。Jerry， 小火狼，两位杰瑞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经典小吃的挑战赛，挑战什么？庙口咖喱炒面天妇罗，哦耶！天妇罗要现做啊，天妇罗现做，现做。不用担心，你们刚刚有抽了什么？哦，顾问，对。哎，票，你刚刚抽，他说我刚刚抽的是烟，吓我一跳。还好不是抽糖的。你们抽糖？录影前面抽糖，你不觉得很感动吗？好了，庙口咖喱炒面来各九个位。好的，明显这一次稍微难了一点。没有做过天妇罗，看起来东西又没有多少，不知道哎。看起来很像不难，很像。所以先觉得难吗？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有点难度哦。还行。但其实只要在做这个所谓小吃啊，你只要去回想，好比你一定常看人家怎么弄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天妇罗一般去基隆都会看人家怎么做，就把它回想那个动作，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。好不好？有问题，这边可以求救一次。好，计时开始。一题，那我就直接就把这个拿过来。可以，加油！哎，今天这个天妇罗交给我了。天妇罗是天妇罗动作，对，做。所以咖喱炒面是轩要做，是没有先烫面了，放那个冰块，会不会？对啊。面如果先烫起来，只是去碱味，它应该不会再烂掉吧？会啊，会有。
还没有没有，要以 Jerry 跟你说烫就烫，相信自己嘛。对，因为可能是炉火的只有两个炉火在用，对啊，他需要，因为你可以开那个待会再烫，对啊，也都可以，看看你们啦。好，你烫烫烫，脖子都硬了，肩颈酸会老哦。哦，真的，相信自己了。小东哥，你插反了。小东哥很好笑，要不是你没发现，我赶快换过来。好险，你用到。第一太紧了吧？对啊，那个地方。你嘞？哇！所以小东，你那个里面加什么？我加了这个鱼姜，对，加了猪油，对，还有花枝姜。三个不同的姜，三个不同的姜，对对对，好像有照一些比例，对不对？姜，是不是有照一些比例？有照比例，我的猪油只放了一半，猪油啊，猪油，客家人只放了一半。哦，最左三个。哦，好，你要放酒跟米酒跟胡椒吗？要放吗 ？Yes。哦，对，忘了放，把它关掉。对，师傅有交代过，米酒跟那个胡椒粉，对。小王哥，你刚才说对我负责这一道菜，就你也忘光了。对，你记得把三种姜放进去。米酒，超明快。小东哥，你有很多大叔语录啊。大叔语录，对对对，嗯，非常多。哎，要米酒要加多少？有点忘记。一瓶啊，一瓶盖嘛。我就讲话讲太慢了，我已经加了多一匙了。好，那差不多就好了。卓文萱，你有吃过这个咖喱炒面吗？有，在基隆吃。它是不是叫什么华？对，华不可以说啦，说出来。对，它其实有蛮多家的，在基隆有一条，基隆有一条街就是咖喱炒面街。对。但我记得我吃的那一间，就是它等于是第一个十字路口右转的那一间。不过咖喱炒面那条街好像一般游客。不容易走，比较少去。我也是出外景的，顺着绕过去比较多。那你卓轩，你知道这个咖喱炒面的由来从哪里来吗？从哪里来的？从英国的商船啊，对，当时是英国的商船的印度人教的。印度人教的咖喱哦，很妙吧？好妙哎，厉害，这么厉害。我们有不去出外景，他又是咖喱界的老师，咖喱老师啊，叫咖老师。左上角，左上角，很贵贵的，谢谢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再搅？哦，搅一下，要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了。对，咖喱粉，好像都没有打到。对，没有什么生命迹象。小东哥，这有在打吗？小东哥，你蛮常出外景的哦。我很常出外景。对，吃到什么你觉得好吃的？是，你们知道什么好吃的？特别印象深刻。很多哎。结束了。小东哥，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时间到了，你要再投币一次。对啊，要不要求救？还不用，还不用，还不用。你不行，就再加一点那个香油，或是杰瑞要不要求救？先不要。哦，可是小东哥那个姜，对啊，干脆我觉得有些动作还没做，该烟的没烟。确定哦。嗯，好了，看对面。提示哦。哎。哇，这么快哦！这已经有香味了。这个面类就是他的专场啊。哇，今天油，今天油好。你这个油要干嘛？待会要用那个天妇罗啊？为什么用比较浅的锅，比较小的锅？那因为我想要用热锅炒菜。陈哥，你这样过油会不会脏掉？等一下要炸天妇罗。没有没有，他要赶快。我看宋哥手还抹油，这个才是。我今天弄脏了的。哇，送的也太快了吧，哥，已经要炸了，有来比过三日不已，不得其失。宋哥，是这样子吗？你去吃天妇罗，他是这样弄吗？差不多，他不是有一个碗会拖这样拖？没关系啊，有形状就好了。你假放来嘛，好不好？你让他搞呢，搞给你哦，来闪，来闪，你今天要改啦，改我要紧啦。好给五灾啦！好给五灾啊！啊，那也塞啦！啊，你不要先，你要不要先拿出来放在碗里面啊？你用这样弄，它就是豪迈啦。对啊，大小要一样大哦。好，重量一样，一人做一道。你是不是要先弄完，然后再压？很快，每个都不一样。我觉得他们应该快做完了啊！去拿一个盘子先。哎，这有史以来那个陈哥做菜最快一次。对，天妇罗没有加猪油嘞，已经快结束了。有都有哦。看起来，陈哥，你是反正要去睡午觉。我家里没有，就小气一下。你是漏斗的。
讲到那个宋哥，整个都电头电脚电脚尖了。宋哥别再电，拍不到了。好漂亮哎！哦，肥肥的，肥肥的。这样子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再顾一次。陈哥，你的面加了什么料？都加没关系。什么呢？你的面的食材加了什么料？我今天刚刚用香油跟沙拉油一起，然后炒咖喱粉。咖喱粉的味道全部炒香之后，加了我的竹轮，走够自由下痕迹。因为我发现竹轮它很硬，我想让它有点软化。然后我加入了肉先炒香了之后，把蛤蜊加进来，然后把我那个小白菜的那个梗先弄。哦，炒面没问题呀。然后那个盐加水，哦，后面我要打开哦。你那个面泡面有点煮太久了吧？它刚丢而已，刚丢而已啊，十五秒啊，对吧？对。我觉得也做提醒的很直接啊，老师，没有那么久啦，就顺口说出来了。我也两边做的这么好，就不用求救啦，不用求救了。对呀，就时间是最重要的哎，差不多嘞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有油在中间，对，小心小心。等下那个再要做几片。三片就看你要做一点，你要做多一点都 OK， 能多做多做一点啊。好，然后油温度越高了，你可能要调一下。酱料会调吗？果然是天赋高手。我看明显这边数据快很多哦。宋哥做完了，快！那个你不能这样讲，那小动来做效果的。陈哥，妈来讲哦。哥做的不是菜，哥做的是效果。哥做的不是菜。对啦，这边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水哦，水感，漂亮哎。这边你炒饭，然后你那个虾子放进去，然后温度都降下去了。对啊，对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吗？超营养天妇罗。哇！尽量远一点，尽量远，尽量远。宋哥啊，嗨，我们也不是喜欢在伤口上面撒盐巴啦。你上次输若琪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刚刚是有点脸垮下来，谁叫垮下来？你知道当天原本他一直跟我说，哎，上面等一下我拿那个喜帖给你哦，在上场前我跟他说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拿给我就好。结果一下场，他说，哎，我还有那个喜帖要给你，我说我现在就要回家了。不想理这件事，没风度。我回到家跟我老公说，我说这是我人生做菜以来最丢脸的，那这是人生的污点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不是我要问，是他们叫我问的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脸一个垮下。那如果今天不幸输给小钟哥嘞，张秀你不要再问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先看对面。欸，他们那边做的很快哦，真的，已经那个面的底全部插好，面丢进去就好了。对，他们天妇罗应该炸了六片了吧？真的真的假的？他们那么快啊？对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已经在做那个外卖点的。对啊，啊，外卖点的，他有跟 Uber 一合作，还是 Uber 的？宋哥呢？就是做好一片就丢进去炸了，这速度很快，一片一片炸，现做现炸。宋哥做很漂亮呢，真的还假的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来来。要几分？涨停哦！要几分？哎呦，他怎么炸那么快？天哪！哎，我是不是要快一点？是，好啊。油温还是要注意哦，因为刚刚火是没有点着的。有，我们要先不要太大。我们师傅有讲，他说先让它温饱温一下。温饱。哎，我们炸三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应该是要多炸一点。没有跟外卖平台合作，我们自己人是要做最多炸一点。对，可以挑比较漂亮。对啊，对啊，建议啦，建议。还可以哦，轩没有笑容了。我觉得只是很认真，不是会笑容。你是不是想找我麻烦？他叫小钟哥认真一点，他没有时间顾我了。轩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求救？我在想，我等一下调味道，因为我把前面的底先打好。嗯，给一个小小的提示，是那个陈说那个吉库啊有一点硬。好。所以对，所以要烤。嗯，他可以进，哎，他可以进去炒吗？你猜是不是就更硬了？没有，时间剩下五分钟，有没有求救？
我们在三分钟的时候，在三分钟的时候，好，就把火关掉，然后离开。对。优雅，对吗？哇，拿出来会不会变一片？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温度应该等下起锅是变成一大片的那个天妇罗。这样丢太多油温会降很快哦。真的，真的，已经都丢了就算了啦。真的吗？最后一片修黑吧。温度要先把它关掉吧。把它关掉，你关了是不是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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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知道为什么小明哥你做的好像油柜，好像在炸那个，哎，先要把它捞起来了，骂还没哈，我们风源炸骂就这样，要泡着这样，要泡多久？哦，酱了，哇！先不要动，先让它定型，拉浮起来，它来，漂亮哎，对 ，Thank you， 这是一种架虾饼的概念吗？慢慢烹，慢慢烹。这看起来好像肉片哦，哈。嗯。啊，这要不要求救？还不用。先等等，我觉得他最后三分钟优雅出手。对。哦，他优雅出手，也不一定出得了手啊。应该优雅的唱歌也不一定哦。嗯。有。哦，对啊，求救有什么？唱歌也有唱歌。隔壁听说错完了，好像在炸油条哦。要不要求救？对面的要我就走。Jerry， 先好，看对面。好，我们看对面。哇！冲起来！宋哥的油温很漂亮。哎，宋哥，你站在后面还要汉堡排哦？对啊。对啊。看起来肥肥的，很好吃哦。我觉得应该要再过一次油。那你们这边不用求救，做完了。那我要做什么？不然求救不分就送我好了。这样很重要啊！对啊。好，要做这样子。来，抽一个，抽一个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有示范的。我就把它捞。谁要抽？宋哥，来，送个水果来，你抽一个，拿起来就好。手攻手强就有什么？你这两位的身高，抽完了会被架起来，被架起来，整个被架空。60秒计时开始，节目开始了，动不了了，开始喽，要准备。然后那个乔宝，你双下巴都出来了，节目开始。下，你可以动手。然后糖，我没办法，我手太短了。然后那个高汤，来一点。高汤，要这个。OK， 来啦，小心哦，旁边小心，煮开，煮开。天妇罗要捞起来吗？哇，你这天妇罗这么可爱。那当然，爪子状的。30秒。来点盐吧。盐吧。我觉得可能要勾一点点的那个，还要勾吗？你觉得还要勾吗？你这确定要勾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干嘛？下海的东西好像有点醉哦，倾斜的。你们刚刚是去哪间居酒屋了？完全颠倒，醉醉哦。这边拉力比较强啊。要不要降？要狠吗？要，一点点。这边很浓嘞。OK， 好，华庭先走，时间到，来，用点香油，放开了啊。那个代驾已经送到家了啊。那个下次麻烦帮那个宝师傅煮一下电浆。电浆。哦，不然就完全没有办法动。来，时间剩下2分钟。我来看对面喽。啊，要不要求救了？救！哇，怎么这样？好，来求救。哇，因为来小东哥来抽一个。好，来做一次我的这个，这是煮过的甜不辣，好像是在建国市场看到的第一批。然后，哎，白色。儿歌指导60秒，优雅上阵，小毛驴，噔噔噔，你没60秒计时开始，噔，送个你吧，天妇罗赶快下进来，把它炸到颜色上色就要捞起来，没有，有女儿有差，哎，女儿真棒。还有这个味道，我们稍微试一下。如果味道不够，我们加一点酱油。你不是吗？酱油，我刚刚试过了。我觉得还不错。后面我们再把螺丝还有猪肝放进去。好，面我烫好了，面要先放。上面前面两句还不错，后面就香。这个需要翻面吗？要翻面，对不对？宋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要翻面。什么时候翻？
颜色上去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面。那这样可以翻吗？稍微把它捞起来，看一看一看。都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们再翻回去，翻回去再擦一下。好，有味道吗？肉放下去，让它稍微煮一下。如果汤不够，我们再加一点高汤。高汤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开水。是。咸吧，我们再补一点酱油，甜甜的，冰鲜的啤酒。好了，好，时间到，水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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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饭面大漂亮，哦，好漂亮哦。对，钟哥了不起，至少也做了七片，真的七片，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，时间要抓紧哦。好，哎，那个酱要做。好，你们那个炒面温度好像没上来，嗯，因为刚又加了水了。水不够，这样整个那个汤汁会更煮。好期待的味道，更浊啊，肉的关系，因为肉你刚才有抓腌的嘛。但我没有用粉，就是只有酱。然后它那个肉的血水会跑出来。可以了吧？像我们烫东西有没有把那个杂质烫出来？哇，你真的不错嘞。你的颜色比对面好看，哦，漂亮，对面的颜色，真的吗？天妇罗的追满哦，哇！陈哥，剩下30秒，陈哥还帮忙收尾，哇！宋哥也来看了，我等下刚好用这个咖喱酱，有松吗？宋哥炸几片啊？有松吧，我炸几片，有松吧，对，全都弄完了，我看你炸好多，应该有熟吧？我们两边做的有没有不一样？嗯，颜色稍微不一样，颜色稍微不一样啊，然后其他的内容物什么比例都差不多，可能有点落差这样。对啊，因为这是看含油量还是酱这个姜是你打的对不对？我打的。你的调味是什么？我调味啊，我有加了这个米酒，有加了胡椒，我加了香油。时间到。来吧。今天呢，连续两道基隆的美食——庙口咖喱炒面以及天妇罗，都让。他来示范，欢迎吴秉承。好，这两道咖喱炒面跟天妇罗从哪道先开始？我从天妇罗开始好了。好嘞。哦，其实我们有准备的奇鱼姜跟花枝姜，花枝姜是我特别把它加进去的。哦，因为一般在制作这个的时候会存那个奇鱼姜或者鲨鱼姜。鲨鱼姜。对，可是会掺一些粉进去，让它再回 Q 跟那个酥脆度会高一点。哦，那我们没有加，我们应该有吧？我们部分我会多加这个花枝姜，它增加口感跟 Q 度。哦，那比例的部分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去加，大部分都是2:1的量，奇鱼姜2，花枝姜1，对，因为它是附加，让它有鲜味而已。你不用调理机，不用调理机，因为就纯姜弄好了，就直接就帮两边都处理好了。好，然后再來就是猪板油的部分，然后制作单位帮大家把它切细了。哦，这个下一半的猪板油，猪板油是让它里面会多一些汤汁跟爆酱那种口感，香气。对对对。好，然后这个我等一下用这个地瓜粉，大概1大匙左右，然后再就是盐巴会下在这边，然后糖也会下在这边，哦，糖比较多，糖比较多，胡椒粉，我们有加糖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它是还是要吃它的蘸酱。它其实对本身要吃它原味啊，对，所以其实本身它这个也有的有调味过，嗯，哦，那这边我先把这调味料拌匀之后，再也会补一点点的这个水，嗯，真的，然后米酒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个然后拌进去，拌进去啊，让它的我们你有这样做吗？整体的这个 Q 度不会这么硬，嗯，哦，你刚刚两边抓都是很扎实，对，那其实它会有一点点软度在，那这个抓匀，对不对？比较好抓匀，你这边把它弄匀，你就不会盐巴什么卡在这边一块，哦，包括里面大家用那个调理器去挤压的时候，有时候搞不好盐巴是跑到另外一块，也是会不匀的，对，所以你就在这边把它调好，多好的一个孩子，那就把它放进来，也是一个方法耶，不少哎，啊。来好了之后，这边你就开始去抓。那它只是用手掐会匀吗？手抓其实你很好去掌握它的那个，是整个散开的。那你如果是刚没有去抓这个粉浆调进去的时候，整个是颗粒状。嗯嗯嗯。但最麻烦是猪油的部分，你要把它均匀。对啊。来这边你就稍微再拍一下，你看这个软度跟 Q 度，你就很好去掌握它。好快哦。嗯。
其实很快。宋哥今天应该很有成就感吧？这一辈子，对，第一次做，我第一次做天妇罗，独立完成，对吧？听说很厉害，超爽，多好的一个孩子。油温呢？油温不要太高，150啊，差不多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取过来压在这边，准备一个水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等一下你在抓这个天妇罗的时候，它比较容易脱模。油可以吗？油你可能会太多，油的话你摸的时候，你要塑形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变形。哦，比如像这个部分，你就是大量的水，水进来之后呢，你这边就抹过来，一球放上去，然后呢，一样这边是有带水的时候，你就很好挤压过来。哦，我们刚才都是用油。对。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天妇罗，它会有这个痕迹。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压。哦。懂了。哦，那你在这个手指头前面的时候，这边是有三条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样，你就这样子压下去。所以我们平常看天妇罗，那是人家的掌纹。对。对，一样哎。那现在很多卖天妇罗，它会有一个木头做的，像印章这样，直接就放抹上去，就是剥下去。因为有时候在油温的时候，你那个木头放进去是 OK 的。嗯，那你传统是这样子的做法？因为它为了要比较快一点啊，比较快一点。对，你看这个炸起来，它上面就有那个痕迹了，就有锁的痕迹了。这个吃得到那个温度哦，每一个形状每一片都不一样，对，每一片都不一样。那你在做这个天妇罗的部分，就是一个下，另外一个部分，他就会帮他翻面或什么去，让他去转这个面积。两个人一起合作啊，对对，那一定会，大概有一点上色的时候放在旁边，让他静置一下。客人点的时候再下锅去回炸。哎，这个步骤我有做到，你有做到吗？怎么了吗？先把它放到旁边，然后再有再上色。你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没有。我是差不多了，我就。拿起来了，包括有在抢啊，真的有在抢一次。好，这一部分呢，水温温的，其实面体就可以下。哦，那其实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，滚水下锅，只要有碱性的这个面体的部分，我们通常都会先过一次水，放在旁边等待。那如果提早先用好，不会烂掉吗？提早你会闷，闷就容易烂掉。如果不闷是 OK 的，不闷是 OK 的。那做生意这边弄完热水，会去再走一个冷水，拉快速一点降温。好，这边就开始慢慢有空。跟我刚才的很蛮像的，真的。有啦。有哈。有啦。好，熟人的部分这个，其实在基隆当地的部分，譬如像熟人，其实你天妇罗你可以拿一块，把它切切放进来。一样哦。你不一定说一定用这个竹轮去，那因为餐厅的部分它需要配菜，所以会把这个该有的鲜味，就像花枝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示范的，其实跟切圈指定的是他们的实际量。切圈，你也切圈哈？对。那你的贡丸呢？只切片啊。你有切一半吗？没有。我有。好，梅花猪，好无聊，对不起。梅花猪的部分，你就抓一点点的酱油跟香油进来，猪板油，哦，对呢，我们有给你们猪板油，大家都没有去运用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我们下次会记得。不是啊，因为桌上有东西，你就可以去运用，不一定说它是归属谁的。下次我再来处理。好，这边已经烹起来了。哦，烹起来之后，像这个烹起来，旁边的助手就会帮你夹起来。助手，哎，助手啊！他已经 Q 了。助手。助手，好，这边有肉丝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蒜末一点点进来，好可爱哦，好亮哦！哇，这炸的真的是很可爱。对啊，这个一定要吃的呀！好漂亮哦。这个一看就是纯熟。我师傅，你先炒什么啊？先炒肉。肉丝跟蒜末，用猪油先炒肉丝跟蒜末。哦，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比较重。那什锦的部分，它有一些海鲜料，其实
像我们在餐厅来讲，这个都会先去爆，让它有鲜味。可是是我们餐厅是用快速炉，好，那你在家里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在平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做法，就是把这个鲜气香气先把它炒起来，然后你后面你再去面煨好这个再下。好，这个在，因为你在让炒面入味的同时，你是不是这些的猪肝啊什么容易老？对。哦，那你其实你可以这个后面下，哦，然后可是你这个底也是香气的，先把它打出来，再把它夹起来吗？啊，你那个油温不关对不对？啊，油温可以的，谢谢。哎，油温等一下，我要再上一个。不抢吗？啊，我再还再一个。好，这个是有嫩度的。可以，这样好。炒，嗯，再拼。然后这边就是洋葱啦，葱段啊，这些就是可以下这边。一样，其他的剩下的这些的蒜末放进去。那做生意就是一锅到底，就是马上拉起锅。哦，那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这样子做。然后这边也需要让它补一点点的油脂进去。炒那个洋葱这一部分的时候，如果加猪板油是可以的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可是我这边已经够了，所以想要让它不一样的。因为猪板油毕竟你还是要炼过，炼过就是你有把它炼出香气之后，你如果在这边我如果没有煸到那个香气出来之后，还是会有个那个烧味在。哦，猪的汗味啦，啊，汗味就淡了。你真的已经够了。所以来这个哇。香气都有了喽，再补一匙的油，这匙的油是要给那个谁的？咖喱粉，咖喱。对，咖喱粉没油就不行。你再下一半哦。还没，这应该要多一点。没有哎。好，香气出来的高汤就进来。这好香哦，对啊，叽咕啦的味道。蛤蜊，蛤蜊。放进去，鲜味调味道，蛤蜊真的很棒。酱油、胡椒粉、糖。哎呦，小心！你那个喉听起来像要打小报告。哦，卡豆哦。好，这边就是锅盖，油温上来喽。好，上来的时候就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这次就是要上色了哈，对，这次呢就是要让我们刚有抓了这个边缘的地方，让它比较酥脆一点。哦，厚的地方就是维持它的嫩度在。那刚两边这个颜色跟整体下，小中间做的很漂亮，颜色对不对？啊，颜色抓的很好。啊，紧张。好，这个好人就把它立起来啊，好漂亮，很漂亮哦，漂亮。这个颜色真的刚刚好，嗯。金黄色的哈，金黄色。嗯，它蛤蜊也开了，这边蛤蜊也开了。蛤蜊放很久会变什么？白酒蛤蜊啊。你打他，我不会劝架，我也会。你给我过来一下。你打他，我没有对这是我的。白酒蛤蜊。哦，小白菜最适合你吃了。哇，我意大利的有名的，因为小白木啊。对啊。哇！哇！你笑得好高兴啊！不知道怎么回应。小白木。小白菜。你就想到意大利的议员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年代有个意大利议员叫小白菜，他是第一个。就是脱薪然后选到议员的，真的吗？真的有这个新闻，他都很关注国际新闻。好，来，再來就是二砂糖，番茄酱，对，酱多啊。台湾小吃的酱料都会比较偏甜一点点哦，因为其他食材，比如像海鲜类或什么有咸度在。师傅说酌量，他没有叫我们全。然后再來就是海山酱，其实海山酱跟
番茄酱你可以用到1:1的量，哦，那糖的部分你大概是要半匙，所以这边是两大匙的海山酱，两大匙的这个番茄酱。你会掉点盐吗？盐巴不需要了，因为你这边在掉盐的时候，其实虽然它甜度会拉高，可是这边还是有咸度在。哦，你那个刚等一下的天妇罗还是有咸度在。好，面体都烹了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正点哦，这个妈妈，哇，做一个这个不得了啊，回家小朋友开心死了。好，这个食材你就可以放进来，完美。反过来，一下下，面体一定要让它烹，那这边你就把它拌匀就好。所以不用再不用加热煮啊，我加了水之后，它会变稀释掉，稀释完了之后，我又要再勾芡。哦，那我不如让它就是浓稠的拌匀就好。那你说你要再稀一点，我就拌一点热开水进去也 OK。哎，那酱料已经有勾芡了。对，我就觉得已经有了，它刚刚又叫我勾。做生意的其实他做大量一定会要勾芡，这样比较省成本嘛。啊，比较省成本。啊，我们自己做的其实因为今天做了两道跟那个，哦，所以不需要勾芡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刚刚水倒多了。啊，有吗？有没？他叫你倒一点水，你水倒多了，他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叫你勾芡。有没？有的。真的？嗯，我有看到。我看我加水吧。嗯。好，汤汁都收。你一加进去，宝师傅的眼睛都扭曲。好香哦。哦，那个咖喱的香气好香的。哎，其实有时候换成沙茶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可以。哦，对。但基隆有的会放沙茶跟咖喱。对，我就有点印象，对。漂亮！哇，那个颜色，嚯！赞呐，赞呐！哦，又是你最喜欢的颜色。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哇，漂亮！好，然后再來就是天妇罗部分。其实擅长嘛。好，等一下要吃的时候可以自己沾。哦，那小黄瓜上次有教过，其实就是两大匙的这个糖进去，好，一条的量，两大匙的糖，然后一点点的一小匙的这个盐巴，要去腌制到它有汤汁出来，就比较软。醋呢？醋不需要，可以加点醋吗？你可以加点醋，可是你加了醋之后颜色会变，你要快点吃完。我变黄哦。你就不会像人家做生意奇怪，他放一整天怎么还那么翠绿？翠绿翠绿。你就知道是假的。好了，漂亮，哇，完了，妙口咖喱炒面，天妇罗，好好吃啊！应该都看懂了吧？嗯，妙口小吃在家里做，来就位。我要先吃炒面还是先吃天妇罗？应该吃天妇罗吧？天妇罗，好不好？哦耶，在不受味觉影响的情况下。好嘞，好嘞，师傅师傅的。先吃，它直拌的。没有加热的，好好吃哦！我做营业版，好好吃，味道好浓郁哦，浓，不用加热就可以了，酱料，而且不用调理机，对啊，比鸡笼的好吃，真的，很厉害，吴师傅很厉害，是我们的，哇，他们太多片了，对，动作真，我们都全部做完，对，全做，你们糖也放一点点而已，嗯，其实也不错，糖吗？糖哦，少了一点脆度而已。这也是小东独立完成的啊，对，嗯，很棒，松松的，嗯，蛮有弹性的，不要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弹性哦，三个都不太一样，嗯，三个口感完全不一样，巷口咖喱炒面，庙口咖喱炒面，巷口，巷口，你这是味道调得很淡，哦。咖喱味哦，嗯，先吃你们的，猪肝我没好嘞，不要换味，外面，先吃猪肝，不行，哦，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啊，真的，我没有说谎，真的很好吃，来，请品尝，太绵太重了。环台料理赛基隆篇，获胜的是1、2、3举牌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
点又多了一点。再给你点颜色小小。哇，什么一票都没有。张俊，我先来。天妇罗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酱料的部分，这边的会比较刚刚好。对，这边可能偏咸了一点。直接回答。对，面的部分，我觉得我是以中间为主，这两个会比较接近。詹姆斯，天妇罗其实有五锅啦，但面的话。两边都炒得好，但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味道这么重。对，现在吃一口觉得咸，你没有办法吃掉一整盘。嗯，对啊。来，面成搭配的食材，你要跟你的面是合在一起的哦，所以你的面体跟你的酱料不能太重。那这明显的堆叠了很多的重兵器之后，你这些食材完全释放出来，就是味道会变怪。那包括你的猪肝也太熟，哦，那。我只是讲解。他送歌。那天妇罗的部分呢？其实两边的口感没有差很多，跟这边比较好一点哦。那这边的那个天妇罗炸起来的那个旁边的周围的部分，还一点脆口度哦。那你的这个酱汁的这个比例也调得好，该有的甜度有。这边酱汁比较咸一点。对。哦，所以你整体搭起来，你那这一组的那个口腔的负担的那个感觉就是。比较沉重一点，可是哦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下次再来哈。人生第二个污点，3-0，恭喜小哥。哇，我们上次也赢哎。宋哥，宋哥，宋哥，下次这个礼拜都不煮饭了。他真的哭了啦。是事不过三，还是无三不成理？以后就知道了。我不要你上。人生都过去了，好，我们下次再加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啊，环台料理赛，期待我们下一站看看走到什么地方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小钟、宋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《新南大主厨》，所有喜欢吃鸡肉小吃、美食的朋友，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何必？谢谢。豪华澎湖鲜客料理秀，异国创意佳肴齐上桌。这香气已经上来了，萝卜跟多虎金鸡里面，这样子吸的就你可以看到黑色的，可以做旗下这样子啊。你这样在地人就会骂。鲜客金鸡里面一下，漂亮。客味鲜客炸金条，柠檬汁。然后下去一下就上来了。炸金条就是用这个春卷皮。哎呦，蛋面秀。九霄云外塔香鲜蚵会用馄饨皮，然后把我们这个非常棒现开的鲜蚵包起来，一吃就爆炸。但是今天会沾这个塔塔酱，我会沾那个塔，所以它会在哇，好好吃，再好吃的。你刚刚有点。型男三胖 PK 演艺学三高，演技比拼谁才是王道？看你们给喉咙治过。哇哦！三，把它，哎，抢了，没错没错，气势出来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